保持食指中的比例上来进行打开和关闭。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修比亚。今天我想带领大家做一组 Nadi Shodhana Pranayama， 这是一个拥有强镇静功效的调息法。日常练习的话，有助稳定神经系统、稳定心智的效果。首先找到一个舒适的坐姿，我会坐在一个瑜伽垫上，我们将右手控制，进行一个交替的呼吸，将你的右手握拳，然后伸出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保持食指、中指收住。调息时，我们会让拇指落在右侧鼻翼上，其他的在左侧鼻翼上打开和关闭，来进行呼吸。下面我来示范一下，我们将进行九轮调息，你可以睁开眼睛，也可以关闭双眼。先用两侧鼻孔轻轻的呼气、吸气，呼气，感受气流从两侧鼻孔流出，呼的末端关闭右鼻孔，左吸，感受气息流进左侧鼻孔，关闭左侧右呼，慢慢的让气流释放，手不动，右侧吸，关闭右侧，左侧呼气，缓慢从容，不仓促。第二轮左吸，刺激左脉，左脉是代表月亮的阴性，关闭左侧，打开右侧，呼，净化右脉。右脉是代表太阳的阳性，勇气。胸腔随吸气扩张，左呼。第三轮左吸，关闭左侧，打开右侧。右侧吸，观察呼吸时左右两侧气流是否平衡，关闭右侧呼，如果不平衡，我们就继续这样的练习，直到两侧你感觉到气流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左侧吸，右呼，右吸，肩膀放松，左呼，第五轮左吸，右呼，右吸，左呼，左吸，右呼，右吸，不要耸肩，肩膀放松，左呼。第七轮左吸，右呼，右吸，左呼，第八轮我们可以加入动作，左吸，抬头，关闭左侧右呼，低头，
右膝抬头，关闭右侧左呼低头，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轮，左膝关闭左侧右呼，右膝抬头，关闭右侧左呼低头，松开右手，随吸气我们回正，自然顺畅的呼吸。呼吸均匀的透过两侧鼻孔达到大脑，去感受左右两侧均匀的呼吸，感受气息的通畅，现在我们慢慢的睁开双眼，练习部分就到这里。这个调息法大家可以每天练习3次，时间分别为早、中、晚。视频的最后提醒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左右两侧你感觉到出现不平衡的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时而忙碌时而悠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带着平和的态度去进入平衡以及自己的生活，以此来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生活如此，呼吸亦然。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养生、关于健身、关于瑜伽方面的资讯的话，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咯。 Namaste。